插播一条最新消息，各地正在被未知负能量笼罩，频繁出现异象，人们情绪低落，正在失去快乐。乌拉利发出紧急召集令，拥有快乐超能力的英雄速速集结。这就是奇迹，我们发誓要用快乐打败一切不开心。英雄归来，超能小队集结。